阿弟，让我安怎吧。我无代志啦，就卡小可伤尔。妈。叔叔阿姨。梓潼，阿弟哪会变安尼？ 记得我吗？上次吓到你了吼，下次请你吃冰好不好？好。梓潼，啊，你什么时阵去拄着巧巧啊？哪会去把伊惊着哈？啊是，阮梓潼是有发生什么代志哦？ 那时阵，应该就是子孙甲单亲甲梓潼救倒转来。梓潼伫咧上厝诶，我诶时阵，我煞啥物拢毋知影，搁咧欢欢喜喜想讲走车有趁着钱。请阿长。妈，我是迄天直播结束了，明慧诶总哦去行着囡仔，你别烦恼啦。啊，既然你拢来啊。 阿姨再见，阿妈拜拜。嗯，好乖呀，走。这只有人饲，至少哩。是是是啊，啊，都阮后生哦，伊发烧啦，啊，请你替伊检查一下。哦，唔免啦，无遮尼严重啦。你都较乖啦，啊，那无我等一下，我打电话甲单亲讲哦。医生，麻烦你好啊，替伊检查一下哈。 最近到底咧无闲什么啦？我妈妈几下该约你食饭，我甚至我搁走去找你呢，我拢无看到你的人。哎呦妈，啊我搁开放着当地咧拼事业，当然较无闲嘛。莫搁骗我啦，你迄个直播我拢有咧注意啦，我看的人愈来愈少啊，而且连迄个叶佩。 总讲一句哦，妈妈唔甘你啦。你看，我才偌久无甲你见面，你搁散啊呢？啊，而且你的面色，佫无讲介好看。妈，我看恁佫有话要讲，无我先去开车，甲车开到门口靠等你。刘阿东嘞。 你一个青鸭掌，你大概若看到我要讲着你哦，你都脚底抹油，准备要选啦。唔是啦，妈，啊，你着真正甲梓潼有一阵仔无见面啊，我着想讲，互恁好好讲一下啦。妈，开放印象拢足体贴，你也毋是毋知影，想怎要安尼讲话啊？唔是我咧讲你啦。 梓潼对你偌久啊？五年啊呢，伊对你五年，等袂着一张婚嘞。迄查某人有偌济五年会当等？是嘞。妈，我啥时候大概看到我拢要讲共款的话啦？咱开放就一直足久来在拼的啊，你安尼等于予开放压力嘞。 这一切拢是我欢喜甘愿的，你敢会用安尼啊？你欢喜甘愿，啊，不过你妈妈我，我唔甘愿啦。就准讲即马，无比较早，
啊，毋过咱也无要求一定爱办一个偌尼啊请爷的婚礼啊，就简单请一个人客，啊办一个小小的婚礼，啊是讲去公证嘛好啊，啊你至少嘛爱给阮梓潼一个冥婚嘛。妈，我袂当安尼对待梓潼，确实，以我目前的能力，要回去过去迄种请爷的生活是无可能的代志。但是绝对唔是用这种这么啊委屈的方式，让梓潼隔离来阮娘家，这点我做袂到。上无我伫我的工课顶悬，爱做出一点点啊成绩，让梓潼真正会当放心放下伊淄博的工课。安尼才真正对会起对我一门真心。啊，你的话哦。已经讲到安尼啊，我嘛无啥物话通好讲啊啦。啊，你若要转去哦，赶紧转去，哦。啊，今仔日我讲的话，我袂讲问啊。较免的以后，恁看到我，就闪避我。妈，好啦，恁赶紧转去啦，我嘛要转去照顾恁哥哥。是的啦，我只是忍袂住，就讲出来啊。我等下感谢阮妈，才让我有机会听到你心内的话。无论安怎，我拢相信你一定做会到，你嘛要相信你家己哦。多谢你愿意相信我。所以，你还会记得哦，廖凯宏，我林梓潼这世人哦，敢那会为你笑，为你哭，你嘛爱同款，知影无？干嘛呢？但是今仔日我伫路诶。看到你甲一个帅哥伫遐咧有讲有笑，我笑得真欢喜。你是讲白特助哦？哎，所以你今仔日有赶去金山银行，啊，啥都无叫我。我咧看你应该甲遮尔欢喜，所以我就无想要去叫了。你咧食醋？食醋？我廖凯宏敢是迄种人？是讲我一讲到帅哥，你就马上想到是白特助啊，确实是让我有淡薄仔袂爽。我确定你在食醋。我唔是在食醋，我只是在关心。是啦，白特助哦，人确实生了缘投，佮就有绅士风度诶。啊，唔过伊拢几岁啊？凡事一定结婚啊。囝拢唔知影生几个啊！真歹势，人即摆唔若无结婚，阁是一个人见人爱黄金单身汉。你哪知影？要甲你合作的对象，我当然啊探听好清楚。所以你咧食醋？食醋就唔是我的 style 啦！一直咧问，一直咧问。好啦，你无咧食醋，你是咧无欢喜。对啦，我就是咧食醋啦，你有欢喜啊吼？你知影人咧生气啊，佮笑我遮尔欢喜。你遮尔要紧话，我当然嘛欢喜啊。行啦。破天来破。